知道，实话话，你这样见几点嘛？你搞什么？我在你的卧室门前叫了你好几声，你都不搭理我，我是不得已才出去一下子的。哎，周总，你不能再睡了。凭什么？今天周末。可是现在是你的晨课时间。乘客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我昨天晚上为你专门量身定制的，我按照你的工作时间和你的休息时间，专门给你定制了一张强身健体计划表。以后每天早晨呢，你都要跟我去附近的公园一起锻炼。我不需要，我有私教，我每周都上健身课的。那不一样，你更需要的是在大自然当中，随着每一天的日升月落，吸取天地精华，修炼你的意气力精神，最终达到阴阳调和、天人合一的境界。我再说最后一遍，我不需要。实话话。啊，不行，啊，不行，等等，周总，被打直，来，重拳，坚持住，坚持住，二三，啊，坚持住，别动，再蹲一点，可以的，周总，加油，加油，我真不行，说完，可以，哎，动动，不行，我不行，来，坐，运，走。 说话，你干嘛呢你？啊，周总，我其实昨天刚搬进来的时候就发现你这个房间风水不太好。怎么搞上封建迷信那一套？哎，周总，你别太明白了，帮我一起挪了。哎，啊，你去干嘛？我洗澡，洗澡你要跟过来吗？哦，那你洗快点。 这是我家，我怎么自在怎么来。我在家里面平时就不穿衣服的。如果你想住我家的话，就习惯习惯吧。这怎么习惯啊？辣眼睛你知不知道？有什么？辣眼睛？你干嘛？哎哎，你好好看看，这么好的身材摆给你欣赏，算便宜你了，居然还说什么辣眼睛！神经病啊！不干，放开我！我说你看。啊！ 我是为你好啊，你的坐姿不对，不仅你的骨骼肌肉会变形，连五脏六腑都会受损的。我是来给你送水的，来，把水喝了，多喝温水，得身体好。 石花花，周总，我在哪？怎么停电了？
不是停电，是我把电闸给关了。你要搞什么？到熄灯时间了呀。哦，你没有看我给你的强身健体计划表吗？